月，这个 p 月是 y 的，有点略膨胀。然后这个是 yy 月，这个古代的草书很多都是 yy 的，月都是 y 的，没有正的。哎，饱满。yy 的月配上一个小小方正的之，小小，不太大，方正，而且写的比较浑厚。之望，哦，望又来一个，不是很大的笔画，可是它的粗细。也不太大，可是就是有点张开，再缩紧，再缩紧，哎，这种伸张缩紧的动作，我要写出来。